亚洲新人王萧敬腾第四张大碟《狂想曲》发行近两个月时间，音乐口碑与市场表现均获得极大肯定。9月1日萧敬腾庆功记者会在京举办，当日萧敬腾现场演绎两首新歌《只能想念你》和《好想对你说》，而华纳音乐的总经理范志超特意送上一把音乐神器里拉琴作为礼物，以鼓励萧敬腾在音乐上的大胆创想。据了解，萧敬腾主演的电影《杀手欧阳盆栽》在台湾已取得不俗票房。首次出演电影的萧敬腾坦言道，床戏比打戏更好演。了解，前不久刚刚与萧敬腾成为师兄弟的林俊杰曾表示希望可以与萧敬腾合作，对此萧敬腾也十分配合，坦言一直很欣赏 GG。 我跟他合作其实有两次吧，几次、我觉得都非常棒，而且我很喜欢 JJ 的一切，所以我很期待跟他在音乐上也好或者是各方面，我觉得都可以合作。